是解控，一个是妹控的概念。阿忠晚安，秀峰晚安，米姐晚安，木婷晚安，草莓酱晚安，银行玉晚安，晚安晚安。啊，酒的握手会你们甜了吗？为什么面面嘟嘴更可爱？等一下，你是拉拉还是小美？快来不及了，要满了要满了要满了，汤宝晚安，命晚安，伊娜晚安，鲁夫晚安，对啊，孙奇菜好可爱啊，他叫娜娜，就是娜娜跟娜娜满了就不去了，杨说不可以这么没有战斗欲，亲人没有钱，晚安，大细胞晚安，哭了晚安，汤姆晚安，郑红晚安。上面有人在送帝王钻，对啊，还有人送一堆火箭，谢谢流星，流星晚安，浩浩晚安，哇，飞镖晚安。对了，栗子刚刚笑我的声音很大。这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是太阳笑太晚了。Hello， 双燕晚安。分给面面的券应该都已经填完了。太快了，记得太快了。哎，我刚刚说人家太慢，现在又说太快了。那个填的券已经填完了，这句话可以合理的认为是太快了。还没有填，这句话可以合理的认为是太慢了。所以，我们速度要适中，好吗？话说学测快到了呀，我下一次直播就是在学测当天。看到面面就温暖我的心。今天在滑雪场超冷，今天光是在外面都超冷了，为什么跑去滑雪场？我只是觉得声音很大的，还笑人家声音大，蛮微妙的。我们就是五十步笑百步，耶！我也要笑，我也要笑。李佳丽，你那个笑声太大声了。晚安，笑死我在韩国面面。哎，那韩国今天的天气应该，韩国是干冷，可是韩国应该也冷吧？于盼盼晚安，真真晚安，何晚安 ，Free X 晚安，妹妹没有的欧包，嗨欧包，欧包姐姐，欧包姐姐，我需要你剪，你把你剪给我。那到底是要快还是慢？就是现在应该要看到西部倒数了，然后让我可以针对某几个人说：“哦，你太慢了。”这样子差不多。Hello， 点据点晚安，快打算把杰星的份拿来填面面，那我就去填杰星喽。思远晚安，嗨嗨嗨嗨，晚安。今天准备要支援切尔东的限动。会是非常爆炸的图哦，切尔东大的限动是吧？谢谢黑龙星，我跟你讲，我快被切尔东气死了。九蛋晚安，女神晚安，飞圆圆晚安，杂工晚安 ，SLL 晚安，马婷晚安，大天公晚安，扎卡好久不见 ，Hello 晚安，卡哇伊，阿里嘎多，阿子桑，阿森晚安。空巴啊，米娜桑啊，谢谢啊，蠢蠢。亚巴里尼库卡 number one， 谢谢啊，蠢。谢谢单细胞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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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单细胞现在是都开始看家里了是吗？这是家里吧，对吧？谢谢单细胞，切尔东到底怎么了？有没有懒人包？不行，我生气，不可以提到切尔东。Hello， 好好晚安。切尔
都很努力的宣传啊。哎，好棒！阿蠢蠢，你已经会打扣了 ，Number One 的。我还没有学会唱，等我。栗子关了扎卡才敢来。哎，栗子刚关台吗？苹果晚安。昨天把卷都填完了，泡泡的 CD 都到了吗？阿米晚安 ，MK 晚安 ，Kevin 晚安，小精灵晚安。被抓到单细胞，你还敢说？哎，所以这次握手会来参加吗？单细胞？哎呀呀呀呀！小一晚安，专访天晚安，偷偷的火力支援吼，阿森，你是不是跟切尔东串通？企鹅没有钱，这个企鹅没有钱会一直让我想到企鹅没有钱，所以此企鹅非彼企鹅，对吧？四八是自己推自己黑，哎，不可以，自己推要自己染成粉红色的。既然自己的推没有偶像包袱的话，就要帮他装满满呢。我有火力支援一张，你们这些人。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一个样？我把那张直接放头上，千万不要生气。还好还好，直接马赛克了，看不出来是谁，我觉得可以。你们活动我都去不了，那这次去哪里？你出国去哪里？古早古早味晚安，姚晚安。装什么装满？当然就是装满偶像包。他哥，他哥晚安。握手会，握手会，什么什么要火力支援什么？奈朵晚安，九蛋这么少来看我，应该不会有能支援的东西啦。我想，我觉得，再不然就这首歌接下来就要献给切尔东以及他的好伙伴们。不要怀疑，仔细听一下内容，还有大家可以猜一下歌名。对，不要怀疑。一杯红茶晚安，草草晚安，乔森晚安，麦格子晚安，英娜英娜，2129填了吗？119 mini 控不见不散，记得现场也有票哦，记得记得记得，大家都收到位置了，对不对？晚安，中奖，感觉充满愿。不要怀疑，只是听。Hello， 平平晚安。现在都只留正常的图了。大师兄还是你最好了。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。开始的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。放大的瞳孔，就像做梦，幸福的错觉，很温暖，很包容。一些还记得，这是致命的冲动，你不懂，我不懂。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？因为爱，还是未知的未来？请放松摇摆，在你300米之外，数着心跳等待，所有念头全抛开，锁进来，进来，这美丽的悲哀，这是爱，就是爱，全世界都不。在你300米之外，感觉饥饿难耐，需要你填满空白。就是爱，进来，这美丽的悲哀，就是爱，就是爱，只有你明白。天天，天天，你傻吗？欢迎回来。接下来的这其实现在这一段是送给切尔东以及他的战友们的。大家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？刚刚那首歌大家知道吗？耶嘿！谢谢 Megaz， 甲骨文晚安 ，Misoso 晚安。填满空白的握手券吗？请填满 C 排空，那个面面的蔡雅恩 DC 的空白位。谢谢嗨嗨的枫叶，哎，我不知道刚刚的杀手这么短而已，我听的版本很长，我听的版本是那个，哎，
对啊，原本不是有四分钟到六分钟的吗？为什么这么短呢？感觉就还杀不够啊！我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可怕？杀久一点，杀久一点。我听的是谁的版本？我看一下哦，排骨的吧。安安，大家晚安。好想我只给切耳东两张，应该还好。大家杀不够吼，大家听得不够吼。可是男生版我唱不下去，所以只有刚刚两分钟的版本。玉晚安，博晚晚晚安。博晚晚应该没有，不可能，博晚晚一向不会黑我的，对吧？他不会跟切耳东联手的，对吧？我帮妹妹开圣光，是不是要奖？是不是要奖励？哪里有圣光？哪里有圣光？谢谢平平跟柳晨，谢谢柳晨啊！吴三阳晚安。黑什么？就是切尔东开了一个企划，他跟我报仇。找到审美观崩坏了，好开心哦！太棒了，阿 Kira 晚安。我最喜欢被我搞到审美观崩坏的人了。不是黑历史，我只丢了六张，不要杀我，我现在就崩掉。等我一下哦。杨雄管理，踢出直播间，永久踢出，可以在管理里面解封哎，那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反正还有救的机会嘛，对吧？谢谢宝宝。就跟你说吧，人要好好当。两光晚安，阿森晚安。两光为什么拒绝我的握手会？只有一张的我在角落瑟瑟发抖。现在自首的都是，我没有说自首无罪，对不对？小梦晚安，晚安晚安。这是爱，这是爱。是月月，对，是月月，对不起，是月月，啊，月月还没来，没有，那是两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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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次看得到两光吗？那天没跟到，不然我手上崩兔蛮多的，笑哦，真是太好了，很感谢茶茶那天没有跟到。甲骨文，谢谢你的追踪，虽然我不喜欢甲骨文，不要逼我。我没有 follow 到这个企划，真的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谢谢切尔东的那个宣传力还没有足够到，就是让所有人都一起参与这个企划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上次帮他宣传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心情晚安，变成新鲜柠檬晚安。最近又变很冷了，这礼拜有活动，别感冒了。对，我们这个礼拜有 mini concert。Concert， 多国语言，宣传不够，发证需要大家的支持。谁叫他还发崩图，生气。希望妹妹的工作有没有杂工，这种时候就不要 follow 了，好吗？
土，只是数量不多，哪有流星每次结的不都是崩土吗？紫伟哥晚安，晚安晚安，凯哥晚安呐、啊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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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好像刚刚放太久很恐怖的歌了，咪咪咪咪控。好像最近也尾牙很多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个时候。在这老街回眸，烟云中追寻我是谁？只想沐浴点滴，便足以粉饰这是非。带着月色拥挤，谁人轻叩着门扉？桃花雨清水分界，斑驳了流水晚安，派生。谢谢鱼子。是哎，等等。等等，我现在要叫你无名氏吗？空白格，无名氏之前有人叫无名氏啊，只能叫你空白格了。贺金喵喵晚安，杨公公晚安，精彩的嘞！我好像有应云的翻白眼照，改天拿来跟你的崩土比对一下。不要啦，不需要这种奇怪的金色，好不好？快去追踪，对，快去追踪 C H E A L。一定是太生气了，我连他的账号都忘记了。我知道0105是不是？大家帮我刷一波切尔东的账号好不好？然后如果发现他在发崩图的话，就检举他。CHELEAST 零五哦，是零五，对不起，我刚讲0105吗？0505。刚刚说到感冒，我才因为发高烧请了两天假。查查，最近变天很。你有没有等下？你有没有肌肉酸痛？你发高烧两天了吗？肌肉酸痛还有什么？就是我之前是一直咳，可是我没有流感。在这里直接公布账号，因为他需要啊。Hello， 代客福吉卡桑，谢谢帮我玩，谢谢真真 ，You 看晚安。对，如果他在发。崩土的话就剪纸他，谢谢。Hello， 沙滩四叶草，谢谢帮我玩，帮切尔东安利，我每次都拼错，没有关系啦，我现在不是很想要理他。讨厌。晚安，一凯，流感还没好就要做快筛，对啊，我还没好就要做快筛，不是刚开始就要做快筛吗？才会知道有没有啊？我会开分身接续他的意志的。那杨雄，我刚说要崩掉你，真的是没有错。小说晚安，空白给我晚安，崩土吗？我这里有各式各，崩晚安。不要发回刚刚的话题。豪哥传说晚安，九代。谢谢崩晚晚的偷偷喜欢我的崩图，林嘉欣，嘉欣我被欺负了，嘉欣他们欺负我，怎么办？他们都专收集你吗？你妈咪的，我这样好像骂话，但他们都专，我觉得这样好像在骂脏话。他们都专收集我的风潮。小青晚安，什么没有欺负你们就是欺负啊，现在在发生的都在欺负我，听看到了吗？下面在刷留言的都在欺负我。小爱晚安，他们现在集结了那个崩照的后援会吗？19 mini 看我们不见不散。 Hello Ricky， 谢谢小说的 love。 切尔东，
我不要偷偷喜欢你，我不要，拜拜，我不要，只是宣传崩图而已，这样整个就很不行，好不好？什么宣传崩图而已，我觉得不可以。晚安，还好大家都只是在打字，就是在打字的，就是你们。那我不留言好了，小爱很乖的，小爱蛮乖的。可是我在面面群有开崩图像不稳，所以我说人走到了现在，真爱粉能有几个呢？等一下，林嘉欣，林嘉欣，你们好坏哦！虽然什么？婆婆该说话吗？婆婆很乖，婆婆很乖，应该没做坏事吧，婆婆。别下着一种伞带钱书生叫群主怎么加啊？赖的吗？赖的话要问其他人呢、啊、之前有好几个孩子有帮忙的吧。桥头风和雨都尽量半卷夜红尘在天地心海飘桥下无不要传给敖江。哎，对，可是敖江我很担心他，他这样他是不是是不是他是不是不知道228的已经满了，对吧？羡慕丹枫月江月摇，池上铜啼梨花江花照，连宿连朝天有表哥难了难靠，茶尽白驹相啼。中啊，这是个好问题，我也不知道228会不会在家。可是我很确定，如果 C 没有满的话，是不会在家的。怎么办 ？Hello， 燕，一个火在一个坤的话，应该念什么？滚吗？请不要拉拢林嘉欣，林嘉欣是我的，林嘉欣只会跟我站在一起。虽然他的 C， 虽然他的那个虽然。让人匪夷所思。面面求歌名，谢谢。现在这首吗？还是前面那首送给切尔东的歌呢？送给切尔东的是杀手哦，是杀手哦。歌是隔烟水，不是烟水的烟水。我要怎么让你知道是哪个隔哪个烟哪个水呢？哪个烟哪、啊？这个，这个。就是隔离的隔，然后烟花的烟，然后水的水。永远支持我家绵绵绵绵绵绵绵。同学，你打字好好打。谁突然变你家绵绵了？讲件神奇的事，去年六月我的电子钢琴坏掉了，一直没有维修，最近终于复活了。天啊，你是不是最近厨师的很勤？对，阿森打对了，隔天淹水。隔烟水不是 ，Hello 蔡高神者，谢谢阿蠢蠢，对，就是那个烟水，我只是个路人啊，忘记有没有说过229不能去，真正好像上次跟我讲过，任品君晚安，怎么办？任品君今天不是上次也是一直进来出去都没有打到招呼，感觉面面的话会喜欢一首叫木下的歌，也是有点古风的，哎，我好像没有听过木下。等什么君？才不是打个面，苏富江、库梦啊、敖江、
的都有面面照可以看吗？没有。今天的发型有点清纯感，我想了很久，要什么搭配帽 T 会比较好看？可是我之前绑过辫子了，今天的辫子比较不一样，比较松，而且比较都不是从后面一路绑下来的那种，反正有一点点小失败，我想要让它再蓬松一点的。副歌可以看一下歌词，觉得很美。好，我直接去找歌词，等我。按到了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跟顶边错有关啊？你是不是顶边错的兄弟？但我怎么都没吃过你。富伟哥晚安，谢谢富伟哥的 love， 谢谢嘉勋的分享。找查查，你说崩照吗？哦，等一下，你说赖吗？哦，对，赖可以找查查。查查，记得照顾身体之余，再理理其他要加赖的人。可以给 L 酱建议，适当可以找认识的人在台湾买，然后帮买 CD 再把序号给他填。L 酱，日本語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、ファンの皆さんは日本語は一番です。それで、はい、ファンの皆様お願いします。頑張ります。あ、頑張って。ください。我在讲什么？干嘛在哭？干嘛在？好废哦，在干嘛？生活晚安。没吃过我，但有喝过。我觉得顶，我不是很喜欢吃顶边错哎。可是很多人都说吃起来很酷。冷品君，我觉得这首歌可以，可是它的旋律比较单调一点。但我觉得可以，我喜欢，而且这个人的声音好好听哦。等什么君，我没有听过他的歌哎。大家支持一下吧，领证填菜 RNC 才不会被杀，发崩图才会被。日文 N95 的面面，大家好，我是95加满。噔，我想放个什么呢？所以平常冷品君也会听古风歌吗？我好像最近怎么办？我好像最近全部都 focus 在古风这边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应该放一些很燃，然后平常你们也不会听的歌？面面怎么啦？怎么了？聘怎么了？等什么君就是面面要等冷品君，等什么君啊？这次握手会要等什么君嘞？真是的，都不知道上一次谁没来找我呢。白圆圆，你怎么一直进进出出？哎，我看一下哦。上一次我记得有人觉得那个干物女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我蛮喜欢听干物女跟东京不太乐的。但你们好像都没听过。啊，我不会他的版本，怎么办？我只会男生的版本，因为女生的版本有改过歌词。好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去找俊总的版本。欢迎走茶，可是塔塔说他今天感冒哎，不能给面面看崩图。对，我会把切的东杀掉。大家如果给我看崩图的话，我会把切的东杀掉哦。谢谢 Skyline， 对，东京不太热。好的，嘉勋妹妹。
生切耳东了。我就说吧，这种时候有好战友是非常非常对的事情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时候呢，就应该要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所以把切耳东牺牲掉，是在这场战役上面最好的战术。麻烦大家就直接丢包切耳东好吗？结束的我带着把小伞，就这样微微一旦听着微微说，他们滴答滴答还在微微里，是我微微的被困在微微中，想说的太多都变成了微微微。面面台的所有人都面型病毒，不行啊，那怎么办？大家迷你控会不会来不了啊？跟你们说一下，我最近现在应该是要很努力的分析一下战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最近看了，我之前不是有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在看顾漫的新小说吗？那个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然后他打的是《王者荣耀》，然后我前几天，我这几天因为有空，我又把《全职高手》的动画全部补齐了，所以又看了《荣耀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有点热血沸腾了，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组个战队。这首歌叫《钢木女》哦，哦，谢谢麦克斯，哎，我抢到了耶！谢谢麦克斯，我跟你们讲，好的物资、好的经济是在游戏里面缺一不可的事情，在战场上面，自己的背包里就要有一定的金钱，你才能够打得好、打得妙、打得呱呱叫，大神带你飞。出去啦！谢谢魔铃铛铛，谢谢郑红，谢谢嗨嗨，谢谢沉鱼落雁，谢谢玉安，谢谢三七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乐可子，谢谢小虎喵，谢谢坤坤，感谢坤坤，赞叹坤坤，谢谢追追，追追晚安哦，谢谢 Skyline 的戳戳我，我刚说没有谢到 Skyline， 一定是被切耳东气疯了。好，我今天不能再把他拿当箭靶了，到时候他又要凶我。萝卜晚安，开播几点？今天9点开播，10点应该会关播，但没有意外的话，都会小小的加班了啦。是的，好的，这首歌是那个俊炯翻唱的《干物女》，可是我平常听的不是他的版本。卡斯我难 key 下不去，第一次抢红包原来是这种感觉，嗨嗨。那你要新年的时候来，这剑拔也太惨、啊。面面乐衷于加班，那是因为大家不离不弃。感谢大家，这种时候就要说点客套话。谢谢麦克斯的水瓶宝宝，耶！好的，那我要跟你们听一下《东京不太热》嘛。可是大家刚刚都喜欢《钢物女》。Hello， 夜雨苍穹，晚安。谁叫你说中立是中什么？中立是中部，中立在桃园呢，当然是北部啊！谁说中立是中部的 ？Hello， 水桥林安的玛尼晚安，玛尼晚安。要是黑老三晚安，谢谢你的真情告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前几天在家里家又看了一次鬼灭，我们强迫他看鬼灭。听着歌想念一个人，心痛也不说，只看外面的情侣暧昧牵着手，你也牵着手，是左手牵右手，叮叮当咯咯响起，会是谁的那样，会是他们那样，什么是的那样，假装着紧帮他把问题弄摆比那样。 Hello 社长晚安。等等，为什么那个罐头，对不起，我刚刚，哎，我觉得我最近真是太爱打架了。我刚刚把罐头看成拳头，哎，怎么办？为什么拳头都是握手会 mini 控的广告呢？因为罐头就是要逼你们不小心答应我啊！一言之出，驷马难追，好吗？社长来了，社长晚安。你们是不是还看了《神推登上武道馆》？我叫死而无憾。对，而且我知道柏林还一直说那个
短头发的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很喜欢短头发那个孩子的长相。可恶，他叫做陈婆侠。是左手牵右手，铃铛刚刚响起，会是谁的那个？会是他们那有什么事呢？哎呦，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明，那又不多聊了，那又空音空音是空音，我猜是女主角啊。玩具抱具在这里，我怕被伤害，就伪装出可怜的表情。鬼面好看。那个蜜汁的 QQ 在一起，优雅的转身，熟悉的音乐，是当今曾经的一对，他改掉了。你简单处在我时间轴，只留下当年的回忆单曲循环。杨哥，杨哥晚安，上庭晚安，好久不见。空音的人气超高啊，我觉得空音的个性还好，但我因为我只看了第一集，好像目前只有第一集是吗？不愧是菠萝，每部都全婆啊，每次都是全婆侠啊，但是这一次他好像只有对空音心动动。笑死，这个是什么罐头啦，这是高招。全婆要连 Ellie 也是婆吧。艾莉啊，会里飘吗？艾莉 Pew， 我是想说飘要怎么念 Pew， 还是你真我婆，别乱告白啊！我知道魔力娜娜也属于全婆侠系列嘛。Force 119会来吗？泰森欢迎回来。Pew 哦，所以是艾莉 Pew 吗？就是不知道怎么打飘啊，会里飘。哎，你的罐头都是故意的？没有没有啊，是你们按下去的对吧？是你们按。哎，看见夕阳了吗？有 MV 花絮了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来看一下，不好意思哦，这种时候就是上班时间，坐飞正事。好久不见啊，你是呢？成员们的可爱努力模样吧。哦，这个是出发的那天吗？看得出来那时候多晚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Hello， 方叔，晚安晚安。别难忘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你没有想法。小迪在吃什么？小迪。小迪并不是很想理诗雅。他现在是5:48，凌晨5:48。他提前会有手摇饮料，快点镜头。手，哎，谢谢 Sky， 我抢到了耶！代表现在大家战力不足。对啊，我们那天是晚上集合，然后我车上睡觉之后，早上就直接到台中那边。丽姐太可爱了吧！刚睡醒的泪。弄弄的头发后面都碎塌了，好不容易抓好，他抓得非常满意。他还在睡，很困。你们到清水，这里是哪里？高本湿地。高本湿地一下车超冷的，冷到不行。大直，听说大直这次位置也很棒。我觉得有，我记得有一个团员的衣服是短的，糟糕，我突然忘记谁是短袖了。周朝燮。超冷，超级冷，下车超级冷，而且大家都是短裙。噔噔噔噔噔，可是早上的那个啊，早上的高美湿地休息区那边很漂亮。可是我这样讲，凌晨的时候风比较不大，
中午偏下午的时候，那个风简直大到不是人可以站在那里的。大家介绍，这是台中的天空。台中的天空，跟台北天空也不一样，比较空旷。我有101啦，这应该看不到101了。七七说：“我觉得这段你，我觉得你待会这段会被剪掉。”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觉得那个纸牌的那段真的太好玩了。因为直排的那段我们都很努力的要就是在后面加油，然后就一直啊啊，然后就重拜了好几次，然后每一次结束大家都像笑了一样，就是刘海都不在头上，然后而且因为那个时候风已经开始越来越大了，然后尤其是诗雅还要故意梳平汗，所以我们笑得很开心。空喜也是晚安。雅安会说客家话吗？不会哦，不会。哎，台北的天空，哎，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，哎，好熟悉哦。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，有我年轻的笑容。有属于自己的梦想，我走过青春。这首歌叫《台北的天空》，但不该是你们年代的，跟我妈差不多年代。哎，什么又是老歌？是因为有人打出来啊，对吧？一不小心就民歌了，豆豆酱、傲娇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520耶，爱してるの数字。我总是静候的去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在乎了浮世朝阳，也错过人间晚上。千里长城下，恭喜吹蜡烛获胜。哎，大家有没有跟到？真武非常的自豪，我竭尽一切表情包，终于吹掉了最后一根蜡烛，他一定是被我的表情吓到的。对不起。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，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，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想。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关情节的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哎，可是啊，你们知道我刚看到有人在谈 IKEA， 我要讲，你们知道 IKEA 听说那只大鲨鱼 IKEA 的那只鲨鱼要没了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吗？哎，超难过的，它要停产了。离冠军奖品 C 位又更进一步了。下一首是什么？杨雄家有鲨鱼，可恶！我还没有自己抱一只回来。恭喜恭喜，肺活量空天日斗获胜。所以比赛叫空天的懂是吗？阿里嘎多，谢谢，会继续努力。还有一场，
最近迷上去女仆咖啡厅了，真是 moi moi you you。说什么 contest？ 哎 ，contest， 等一下，我是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是死不是死 ？contest。想和你游四方，像晴雨的风暴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一生的篇章。啊 ，contest， 论文赞，林嘉欣，你不可以听到吃的才出来。可是其实杰星很久以前就已经被那个肉丸给洗脑很久了，我记得你之前有一阵子跟那个谁不是超喜欢吃那个的吗？柏林，对吧？哎，我打 baby shark， 然后要出来的居然是 baby sweet berry love， 哎，感觉就很怀念呢、啊。当初 OSU 的。Contest 大赛的意思 ，Contest。好久没听面面唱了，我不会这一首，日文太难了。奈奈晚安，夜郎晚安，谢谢 DJ 万的偷偷喜欢你。Hello 浪客四五一零四零一，谢谢阿蠢蠢。杰星还喜欢肉丸吗？他好像好久有一阵子没有一阵子没吃了。王国民，那是什么？谢谢富尔哥，谢谢伊诺利啊，伊诺利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谢谢普斯，谢谢老家，阿里嘎多，萨克拉桑，谢谢阿浩哥，杰星果然还是最爱宝矿力，他可是把矿力穿在身上的女人呢。台北有一间麦斗店，有很多 IKEA 的沙。我要为了看鲨鱼去吗？游戏系统，没有哎。我想学新歌啦，可是我练日文歌很慢，因为我发现呢、就是好像不是不攸关日文程度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日文不好也背日文歌词很快，可是我发现我两个都不太好，就是古剑奇谭啊，我以前玩的是剑侠情缘三，但是古剑奇谭好像很多，就是我们那个剑三圈子里也很多人喜欢古剑，我一开始就有知道那个大师兄的名字，所以看到你打出来的时候我吓到。飞鸿好久不见，
前日文都是硬背的，我现在也想要硬背，可是我硬背都背忘好快。我现在要进入 Baby Shark， 这是正题。刚刚大家是点 Baby Shark 对吧？Pink Bang。我怕小孩子不知道荞麦面是什么，哎，你觉得要不要换一个？面面刷嘟嘟嘟嘟，好可爱哦！啊，小飞机回来，闪闪上弦的 kiss 啾啾，嗯，涛哥你不准走，你过分了。真的好有趣，糟糕了，那下次大家一起跳吗？谢谢每个字的星座打 call， 可以开歌吗？不可以哦。29日无法啊，那方叔28会来吗？面面会考虑练唱 48 group 的日文歌吗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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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讲越心虚，有啊有啊有。然后如果唱48句的，然后唱不好，就会有点出事，有点尴尬，有点难过。阿咪晚安，让你抓吧，你关不住我的。那我想一下哦，有什么可以？好像没有什么是可以把人监禁的歌，对不对？刚杀手已经杀过了，还有什么绑手绑脚的呢？嗯，大家有推荐什么歌吗？不然茶水表姐姐，哇，天哪，我觉得很，那简称是什么？人家都会叫西瓜，香蕉，茶水表，推荐桃花笑。谢谢日霜，谢谢马迅迅。そばにいたいよ、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僕にあるかな。いつも君に、ずっと君に。之前小晴去日 K 的时候，我还要点这首歌叫他唱，因为我不会。
晨晨，家豪晚安呐、啊，谢谢七月师兄，谢谢切耳朵，阿里嘎多萨克拉森，我也觉得水瓢姐姐不好听，阿基拉姆阿里嘎多，谢谢日山，谢谢布斯，谢谢切耳朵，茶水简称茶水，绿岛小夜曲，哎，我要想想，绿岛小夜曲怎么唱啊？绿岛小夜曲，绿岛小夜曲，绿岛小夜曲。绿岛像一只船，我的心海里飘。随那微风，我没有听过哎。吹开了你的窗帘。哎，我真的没有听过哎！天啊，对我木马一定会啊！但是我发现我听《绿岛小夜曲》的名字这么，就是听了这么多次，但我发现原来我不会这首歌哎！天哪，好意外哦！是不是该练一下了呢，大家？我说大家，是你们。是你们咯，是你们咯。好，我来一首你们一定都听过的歌。僕がずっと前から思ってることを話そうか。友達に戻れたらこれ以上はもう望まないさ。君がそれでいいなら。应该大家都会吧？怎么我练起来了？面面播的歌，难得面面播的歌我也没听过，那我也没。对啊，那我们真的是同一个年代的。绿岛小夜曲，只闻其名不闻其内容，这只有这么苦吗？唱这首。有啊，因为他的歌跑走了。好，没有开玩笑，认真开玩笑。Hello， 平头的姐姐晚安。可是这首真的太快了，虽然喜欢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唱。我现在根本连他唱到哪里了我都不知道，而且这是我算是第一次接触哔哩哔哩的时候听的歌，这是鹿奶的天之若，但其实我更喜欢另外一首，看一下六兆年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？卡诺。为什么现在的热搜是鸡排？Hello， 平头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勇哥晚安。六千亿？什么六千亿？好的。
出去溜达了。是不是该问问拍手队什么时候回来？他看起来好像不会回来。面面听过就会记住，记在脑海里了。桑婷快逃、啊、我不要往上看就没事了啦、啊、还是桑婷其实很想被记住。谢谢流星 Hero 告白气球哎、欸，谢谢谢谢玫瑰汁。反正这首歌我也很喜欢，推荐大家去听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年纪了，如果现在才接触的话，现在才接触 Nico 的话应该不会听啊。我刚讲的哔哩哔哩吗？对不起，是 Nico。 嗨，今天居然在家，哎，我已经放寒假了，我不在家我还能去哪？牛三金直板应援。阿华阿华，我是大学生，大学生ですよ。今嗨今19歳对吧？居然放假了，大学生已经放假了。我放假很久了，我上次还要跟你们讲，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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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一下哦，让我想一下我刚刚干嘛，我忘了，我刚刚要干嘛？没时间做纸板，继续用。对对对，好像有。你还敢说？你是不是忘记了？看一下，我刚刚要干嘛？忘记了耶。青椒のキスチュチュ、ありがとう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充斥着满满年代感的大学生，才没有满满年代感好吗？上学的时候就很正常了，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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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功课上超前的现象都没有，所以很正常哦。宏伟晚安，阿豪豪毕业了 ，Hello 空白哥晚安。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？那个叫什么、还愿那首歌叫什么？为什么忘记还愿那首歌叫什么？我觉得我最近的脑袋啊，码头姑娘，对吧？又亚冠赛了。其实音乐赛有想到新点子，希望还有时间做 mini concert 的时候吗？现在大学生是教赛，对。好了，不要再 IKEA 了，不可以一直打广告。当海满是波浪，木剑穿入港。对啊，今天是乐子生日，大家知道吗？今天码头姑娘担当是零一吗？刚好生日。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看见夕阳了吗？里面诗雅的那个私服的衣服很像码头姑娘。小小的嘴，藏不住河，都唱成情歌呀。琴声依旧，岁月如常，也不见他悲伤。有情的人。诗雅昨天直播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看到诗雅了。之前有看偶像说是
的特地恭喜面面获胜，谢谢红文。请等着最后的冠军赛吧，我会加油的。我们回家吧，太过分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月月说不来，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PK P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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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K。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配黄少天，有点怕，但可以。面包才不穿风衣呢，只有天天大啦。他不去，我去。别，你这样说很可怕，男生要喜欢面面哦。五六三，五六三是爱豆的蔡雅恩，不是面包啦。我愿意举手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哟呼，哟呼。我们今天拍手队来一个什么歌呢？你说说，你说说，你说说。嗯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不行，太柔了啊！我知道了。可是这首大家一定都没听过，你是不是也没看 OVA 啊？全职 OVA。可以不要再安利我。你该看了，你该看了。看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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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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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K， 看见。你不可以这样，我就跟你就我哼哼哼。好的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这首歌叫《明日之星》，然后是那个合唱团 AZA 为唱团，但其实我不知道这一群歌手是谁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超好听的。面包叫我闭嘴，好过分。好的，那我要今天的今天的正式版来咯。好的，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 DJ， 耶！谢谢。今天的第九名是我们的七月大师兄。我吹蜡烛是可爱了吧，谢谢阿蠢蠢。今天的第七名是我们的 Skyline， 耶，谢谢 Skyline。 今天的第六名，今天的第六名是我们的 Megaz， 谢谢明哥。今天的第五名，今天的第五名是我们的游戏了。其实昨天
昨天上一被家里吐槽了好几次很吵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很想睡觉的关系，重看鬼灭，我也觉得上一好吵哦，怎么办？但还是很可爱啦，耶、yeah! ！今天的第四名，今天的第四名是我们的娃娃，耶、yeah! ！请帮娃娃务必不要跟切尔东站在同一阵线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第三名 ，Q 呢 ？Q 呢？阿珍，耶、yeah! ！等等等，再次。哎，可是真的二八加布的几率很小，真的很小，很恐怖。可是我记得握手就不能转浪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恐怖哎，对吧？今天的第二名，好的，今天的第二名，今天的第二名是我们的萨克拉桑。大家对吧 ？Hello， 平安的查理哥哥，晚安。是的，哦，天哪，双生有唱过纯白，真的耶，是 VK 课的纯白。好的，大家应该知道我很喜欢很喜欢一个钢琴家叫 VK 课，可以用景贺新年，日文也有这个词，可是景贺新年，景贺新年的发音。贺新年，新年。夜莺听懂了男孩的哭泣，忽然写出句，充满许多好奇。Ginga 新年，对吗？可以吧？还可以吧 ？VK 课之前无名 BGM 常有，VK 课前期的音乐感觉跟后期的不太一样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很配。夜莺想拯救男孩的心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怎么办？龙龙晚安，无名小站。我想，哇，我当初也曾经在无名小站写过一阵子的奇怪的文章。什么叫 ski？ 阿里嘎多阿加，阿加莫斯大好きです。今天的第一名要来了，今天的第一名，今天的第一名是。有没有什么？想一下，又不能星星点灯，太恐怖了。有什么星辰大海的歌？星就只有小星星耶，可是小星星有没有女生翻唱过啊？小星星，小星星，我很喜欢汪苏泷的小星星，可是好像没有人翻唱过，女生吧？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对吧？你有眼。谁没在无名中二过？是不是？那都是哇！我无名小站是什么时候啊？小四吗？我没有听过他的版本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很恐怖。好，会。好的，那我们还是听原版吧。好的，那我今天的第一名，今天的第一名是我们的海流星。Thank you.
街头徘徊，像一只为你撑伞。王子晚安。王子，这次我手会飞过来吗？好，加里干多多来吗？啊，但是嘛，我刚刚是给你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吧？流星雨这首歌叫小星星，我觉得很好听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明。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海上蓝蓝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。有种年代感，小星星吗？小星星没有很老啊。Hello， 紫伟哥晚安。哎，王子会飞过来，开心耶， yeah， 好棒哦！代表这一次很多很多人都会特别飞过来看我们。虽然很心疼大家的荷包，但是我很期待见面。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但是我们真的该晚安了，没想到你会是第一名，流星第一名不好吗？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海上蓝蓝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我这次也要穿得很时尚吗？对不起，我要讲一件很丢脸的事情，就是大家一定不知道我第一次跟王子握手，就是握手会见面的时候，我跟王子讲的第一句话，非常之称赞。我见到王子的第一句话呢，是哇，你穿得好时尚哦。因为我不认识王子的脸啊。好，后来就开始了那个王子跟安娜姐姐的故事。嗨，お疲れ様です。皆様、お疲れ様です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对吧？下一次见面就是礼拜六晚上了，再一次就是礼拜日晚上了。所以啊。汪苏泷的万有引力也很好听。等你夏天真的什么都可以带你去这草坪。对哈，我记得王子是喜欢凛凛的吧，是吗？对吧，王子哥哥喜欢凛凛对吧，白涵涵。我偷偷看你，我偷偷想着你，夏天深奥的问题，请像丘比特安排的游戏，还是个好啦，老三晚安。好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要晚安了。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，说不清却又像是梦境。早安喵，午安喵，好的呢，米娜桑，房子好糟糕哦，怎么这么快就真相警报？我唱不了。调皮的嘴角，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。哈哥，为什么关播的时候居然是很开心的说可以去看其他成员了？不可以，请给我一点爱。